你看，他们晓得那么好，我怀疑你舅舅又存了10块钱，你去帮我掏出来，我给你100块。给我100块啊？对。你先给我钱。舅舅，我怀疑你年纪大了，脑子退化了。我问你跟表姐三个问题，你们谁答得又快又好，这100块钱就给谁，怎么样？行，你问吧。第一个问题，酱油放在哪里？厨房里。一只手几个指头？5个。4块钱在哪里？盒子里。哇，我先走了啊。等一下，老爸，我在4块钱藏在他的袋子里。怎么可能？舅妈，这口袋的钱是我自己的，舅舅的钱在他口袋里。老爸，那就是我的4块钱，我的口袋都是空的，我还记得我的前头尾号2268。舅妈，这200块钱有一半是你给我的，还有一半真的是我自己的。还不老实，舅舅的钱就藏在你口袋里，还想骗我的钱。老表，你刚才说谁答题答得好就给谁100块钱，钱呢？对，钱呢？